念是完全抽象的。你说一根树，你见过很多树，但是什么叫树了呢？它抽象出来叫树了，那就是得有一些特征证明它是树。一个人也一样，对吧？你说人，那但是你见到的是张三和李四、王五赵六，但是你抽象出来变成一个人，那是另外一个概念，对吧？但是完全不一样的，既不是张三李四王五，它也是跟张三李四王五都有关系，对吧？这就是一个概念的概念，一个问题了。对不对？你这样有高度的概括，这个才成形成概念。逻辑呢？逻辑是什么意思？逻辑是指相互关系，对不对？有的逻辑关系很复杂，有包含的关系，有除外的关系，有这个横向比的，有纵向比的，这个相互关系嘛。自然是很复杂的，也可以做得非常推理呢，应用逻辑来对每一个事情进行分析的过程，这叫推理。那就比逻辑要深一层了，对不对？那你都未知的，并不是直接表现出来的这些东西，你要把这个内在的因素、内在的原因把它分析出来。这叫推理。意识呢？意识是什么？意识啊，实际上是理性的一种认知。也就是说，这个当你啊意识到的时候，意识不到的时候，和意识不到，那你当然知道这个事儿了。现在那就摆在你跟前，对不对？这个事情是存在的，但是你意识不到它掩盖的这个事情，你看到的表面现象。里边的一些本质的东西你看就不到，对不对？就说你没意识到，哦，原来是这样，对不对？有恍然大悟的感觉，这叫意识，是不是？然后计算很好理解，对吧？这个不是生来就有的，要学的，通过学习才能得到的。而且呢，有的计算机来计算，现在人们就不太，小孩子说加减乘除吧，这些都还算，但是再复杂的计算就不要考。以前我们那个高等数学里边都要做很多计算的，对吧？现在就用计算机实验。还有呢，思辨呢，就是更复杂的，这些前面的所有的东西都要应用到，对吧？你看那个电视上经常有辩论嘛，这个 A 组 B 组，这个复旦大学跟那个南开大学他们组成的队伍来思辨，大家争论。那这里面呢，所有前面的概念推理感觉自己注意记忆都包括在内，那它就是它的层次比较高了。那你如果说，所以人家说辩论的这个冠军啊，应该智商比别人高一点，是不是这样？那不一定，但反正他应该说应用知识能力比较强一点。那么后面我们记这样一些知识来理解大脑的发育，什么是个发育的过程。大脑形成所需要的物质种类非常多，但是上一次我们已经讲过了，细分过来只有12种宏量元素，14种微量元素，就也不是多的不得了，很有限的。那么合成的化学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化学原子的分子的多少，那是一个天文数字，对吧？合成速度之快，合成之和输运过程的路径的这个差别，使得人类胚胎在体内发育成为一个非常复杂和激烈的过程。这种过程会引起母体的各种生理反应，这就叫妊娠反应。女孩子的这个妇女怀孕以后的妊娠反应发生在4周之后到8周之间，就这个时候，为什么？它这个开始的时候，它受精卵它这个比较小，还没有需要很多物质来构成它的进一步生长需要的反应，因此呢它没有那么激烈，看不到。那么走到后面呢，它就这个过程就因为大了嘛，大了以后需要的物质量就多了，它是从很多基础的化学物质把它合成的化学反应做成的，然后化学反应之后它才会大量的
把这些合成的物质装配起来，然后呢输送到应该去的位置。如果说这个过程弄错了，那肯定都是有出来畸形了，孩子就畸形了。那么大脑的形成呢，实际上是整个人体形成的最早的这部分。你们都看到生物进化里看到，首先的脑袋开始是十倍于其他部位，对吧？开始只出来一个脑袋，别的部分基本上没有的。后来慢慢慢慢慢慢就长得把腿啊脚啊最后都长出来。那么最主要的这部分是大脑。那么任何时期的这个期间的任何紊乱都会造成大脑的先天畸形。如果说母亲是吸毒的，那么最有可能把有毒物质合成到，因为快速合成啊，就合成到这个整个的生长过程当中去，那么使得受到干扰了，他该走的路径不走了，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那么也产生到这个分布的不均匀了，物质分布不均匀，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先天性缺陷。中国每年有多少先天性儿童会出生啊？知道吧？100万。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是一个很多的这个问题造成的。而且呢，随着人类进化越来越复杂，因为现在不敢随便到淘汰了，在低等生物的时候，它是你有缺陷的人是很难就长期生存的，它被自然界的生命过程就淘汰了。现在就很难淘汰了，因为你不能把有缺陷的儿童杀了嘛，对不对？他自己跟着长大了，就这样的过程呢，他这个优胜劣汰这个过程呢，没像以前那么激烈。就这个是他现在造成畸形儿童越来越多的原因，因为他还继续发展呢。对到了大脑来说，大脑的先天畸形主要表现位置上，白质灰质的厚度异常。那么这些厚度异常以后就影响儿童智力发展。过了8周以后，婴儿的基本形状已经形成了。妊娠的其余时间内，儿童的发育过程主要是物质的积累了，新产生某些物质，这个过程已经完成了。那么只要是性生殖长大，这过程要稳定的多了，所以妊娠反应到8周之后它就稳定了，就不再有什么吐啊、恶心啊、这个身体不舒服的这种感觉，就母亲啊不舒服的感觉就很少了。那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防止我国100万先天发育异常的儿童的诞生啊，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一个课题呢，就是抽取羊水来化验，对不对？一个化验物质呢，就是主要的物质，你不可能化验那么多物质，它的浓度应该是有一定的指标的。如果这个时候发现这个某些物质的浓度，因为你想嘛，他身体增长的都在羊水里面的物质来做的，对吧？小孩的，那么如果浓度有本身就有很大的差异，那必然会产生先天性的问题。那么脑功能形成的这个生物学基础呢，一个是我刚才讲到了11个认知层次，但是物质层次11个物质层次，你们说说看，谁能把它说清楚？物质层次啊，就分子啊，分子后面是什么？片段，就是 DNA 的遗传物质的，对吧？就片段。那么片段完了以后 ，DNA 里的包括 RNA 就表达出来的。那么还有什么？染色体，然后呢，细胞，细胞核细胞，然后就什么了？组织。组织后面的，对，器官，组织完了以后才有器官，器官完了以后才有系统，系统完了以后才有那个局部的区域性的脑分类吧，然后再有这个整体大脑，大概是一个层次。形态上的变化跟功能方面的变化，这是个体造成之所以有个体的原因。因为你如果说个体都一样了，所有的人都一样了，那这个世界就比较乱套，它就是一个人一种人一种思维，那肯定是要打架了。
和物质的争夺更厉害。那功能方面也有不一样的，独立于物质的精神系统的形成，不同层次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比如说分子和亚分子状态的物质之间有作用，它是合成这个更高层次物质的一个必要条件。物质和精神之间有相互作用，就是说你的精神有了以后，情绪上的改变和精神这个认知的改变对物质的结构上它的发展发育都会有影响。而且这些相互作用的随着时间还在变化，这就是动态的过程。第一是组成的物质是有那么多层次，第二所有的物质里边还有相互作用，第三它这个相互作用和还是动态的，随着遗传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它就是说因素很多。那么应该我们基本的思路啊，就是叫 physiological change during the brain activation， 大脑被激活状态下的这个生理改变。那个范阳是研究那个静态心理学的，就是就本底的，对吧？研究那个静息状态下的脑功能。但是呢，最主要的还是大脑这个正常功能，就是它的 brain action activation 就被激活的状态下的这种生理学的一个改变，这是更基础的部分。然后再说做静息状态下的，因为现在你是研究嘛，大家找点新花样子来做。对，也不是说非得把这个东西做作为最重要的内容来做，但是最基本的还是做这些东西。测量方法有直接方法，就是那么这个些有微观的方法，有宏观的方法，有平均值的方法，有非直接的方法，也有呢代谢产物的测量，这个都是跟这些测量这基本的一些条件。大脑的发育呢已经变成一种专门的学科了，即使跟生理学解剖学还跟认知科学都有关系。所以呢北师大这个在国内是比较早的成立的一个 MRI 中心，对吧？那么它就是重点搞儿童发育，主要的目标研究儿童发育。那么儿童发育这个学科呢就叫 development cognitive neuroscience， 这个就叫 DCNS， 是这个学科的名称，叫这个英文，是研究大脑和认知发育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就是说一个脑发育是物质的发育，一个认知的发育是心理的发育，这两个之间的相互关系。它的目标在于生命周期的不同时间点上，生命周期不同时间点从胚胎开始一直到成型的人体，然后在这个过程上研究知觉、注意、记忆、语言和学习。因为我们刚才讲认知里边有11个层次的这个分类，那么这个时候呢理解大脑的发育和这些功能如何同步改变的这样一些规律。这个领域呢吸取了其他学科研究进展中获得的成果，发展了新方法。涉及的领域呢包括心理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遗传学、计算认知科学、社会科学，还有脑功能成像物理学，就是我们这个学科也是包括在内的。在这个领域里边呢，研究人员使用的科学方法和技术包括行为学、神经功能、解剖成像、分子成像、遗传学和分子遗传学、计算机建模和单细胞记录跟细胞物质化学的神经物质化学的，就是刚才讲到的神经递质是最最重要的神经物质化学要研究的内容，它的结构、它的功能以及它浓度变化对行为的控制和影响，那么这些都属于这个里头的内容。单细胞记录，你们知道做过什么叫单细胞记录吗？一个细胞啊，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来进行研究的时候，对吧？当然你要看的细胞的结构，
对吧？有细胞核，大家初看这是细胞核、细胞膜，还有细胞质，还有里边的各种各样的细胞物质。那么包括线粒体啊，包括其他的各种高尔基体啊，什么所有的很多很多种物质，这是讲。那么你单个细胞，我用电生理的方法你可以测吧？怎么测啊？那个电极插到细胞里去，对吧？我们有一些非常微米量级的，毫米量，微米量级的这种管道，把物质送到细胞去，然后看细胞的反应 response。那么这些呢，都是可以做单个细胞的研究的。那我要测量单个细胞里边所有做的电信号，这个刚才讲到的这个神经递质的传递，这些都可以在单细胞的环境下做的。因为单细胞就是个生命了，那这叫单细胞记录。我们在这个研究当中呢，要注意一些新的概念和新的方法，对我们来说可能不太熟悉的。那么它是现在的科学发展呢，都是离不开相互借鉴其他学科对我们的影响和相互作用。那么这个是要注意到这些东西。这个呢，《时代》杂志上的一个封面，曾经是美国那个，知道美国《时代》杂志很有名的，对吧？是《Time》嘛。然后呢，这个呢是一个钩子，一个是人头的一个鱼，它主动的去吃那个钩子，对吧？什么意思？就是指这个大脑受到了欺骗。然后呢，他就故意去找死，对不对？是这么个概念吧？那是为什么会受到欺骗了呢？就是主题就是药物成瘾的问题，也就是毒品，毒品在这个大脑功能成像里头，所以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人为什么会成瘾？怎么才能够这个？它是一种。所以从过去我们国家这个凡是成瘾的人都要把他抓起来了，要监管的，要牢牢教养的，它实际上是一种病，而不是一种犯罪。当然你说贩卖毒品的人是犯罪啊，他吃了以后成瘾了，本身它是一种病。所以这是一个当时的一个观点，一个观念，他来解释这个现象。这呢是说，这个图呢就解释它的理由，就为什么会造成成瘾的这样一个理由。Dopamine cycle 就是讲它那个多巴胺循环，它里边的东西是怎么体现出来的。